Team Malacca! They have arrived in Malacca!我是王朝歌，是又见马六甲的编剧和导演。我们做这个项目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。又见马六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演出，我想从来没有一个艺术作品从这样的角度来叙述马六甲，让人能够穿越回去看一看当时的人是干什么，怎么想的，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把马六甲的历史和马六甲的精神讲一部分出来。这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城，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除了它的建筑，还有它非常多的手工艺。那这些手工艺其实保存下来很不容易，如果没有这些人，马六甲古城也不存在。我们今天应该向他们敬礼，要致敬。整个这个剧场，包括剧场内部的空间设置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这个剧场是为了这个戏量身定做的，他们在这个海边把这个建筑盖起来，一个最独特的剧场，应该在马来西亚还没有为一个戏单独去量身定做一个剧场的机会，没有，而我们出现了。整个的观众席是360度旋转的，2000人在一直在转，那么我们的舞台也跟他们发生了逆向或者顺向的旋转，这种旋转会给观众有一种穿越了，我们可以穿越时间，穿越空间，我们可以穿越到很久以前，也可以穿越到现在，甚至我们想我们可以穿越到未来，穿越到永远。这种穿越和我的主题跟这个舞台的剧场的设置完全合在一起，非常棒。Uncle 马拉卡，这是一个值得你一遍一遍 Uncle 的地方。我也会不断地回到马六甲，全世界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值得你来。